主料鸡腿五只，辅料生抽一大勺，盐一小勺，胡椒粉小半勺，料酒二大勺，糖一小勺，五香粉一半勺，花椒一小把，姜五片，干辣椒二大把，葱两根，老抽一小勺，将鸡腿肉去骨切成丁，腌肉料跟鸡肉丁搅均混合，静置半小时，在小锅里倒入一大碗油，中火加热至筷子加一块肉放进去，立刻起油花，油温合适后，将腌好的肉丁都下油锅炸至全部变色后，再炸二到三分钟即可捞起，放在厨房纸上吸去多余的油分，在炒锅里加少许油，放入葱段姜，炒香后加入花椒干辣椒，炒出辣味后放入炸好吸好油的鸡肉丁，迅速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最后放入鸡块时，想更显颜色可以再加入一小勺生抽上色二，如果不想咬到辣椒籽的话可以不剪开干辣椒，但是辣味可能就不太够了，或者剪开干辣椒后将辣椒籽都过滤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。